我一直都是一个绝对的理性主义者，只相信科学。但我现在忽然间特别希望能有奇迹，哪怕是交换，只要我有的都给他。我就是希望能够让你多活一段时间。其实我这辈子也挺值的。你想啊，干的是这么一项伟大的事业，还有个可爱的闺女。 还有你和天成这样的兄弟，老孟，都说堆心是心脏，堆心周围的管道就是血管。咱俩这辈子，我负责堆心，你焊接管道，不就是心脏跟血管的关系吗？ 你要是走了，我这个心脏该怎么办？什么时候咱们中国真正自主研发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建成了？到那时候别忘了告诉我。哎，对了，还有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保你把焊枪给我带上。干了一辈子呀，我怕我到那边闷得慌。别说这些晦气的话。